Hello， 小胖，你快点！催什么催啊？马上拉个屎过来！让我放音乐吧，让他保持长时间出声。每日歌曲推荐，这是什么忧郁歌曲？不要，我要听快乐的歌。Hello， 突然一下，我哪里离得远一点？我不行，我感觉我今天又要阵亡了。但是我就是怕我室友突然回来，所以我就把音乐放得很大声。今天其实我去之前还挺紧张的，要不你们等我一下，我把我的电脑和手机拿到床上去，我坐不动，我要躺会儿。好了，我已经来到我的。差不多吧，啊，咱们今天真的是不行，咱们今天就是说身体不适，呵呵，还有今天没有上课，没关系没关系，我就直接该讲啥讲啥好。叔叔阿姨们其实还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积极。反正就是我本来以为只有阿姨，结果后来还有叔叔也在跳舞。是的，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和另一个同学去的嘛，然后我另一个同学他其实也是挺专业的了，他就是大人小孩都教过，然后他是属于那种非常专业，他就跟叔叔阿姨们说什么晚安吐安，然后说什么啊跨，这是一个 up down up down 那样的动作，然后就是叔叔阿姨们完全听不懂，完全 get 不到，然后他说什么啊重拍在这个压手腕，然后 blah blah blah， 就说特别专业，叔叔阿姨们就有点 get 不到，后来我就动用了一些的方法，就是说变口诀，什么顶胸摸下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口诀，然后叔叔阿姨们就记住了，笑死了。因为本来就是他们给我的一个视频，就是我们老师给的视频是爵士舞的那种感觉嘛，结果教完之后，哎，合影。教完之后就变成了广场舞。我觉得我确实，我更适合教，就是叔叔阿姨或者是小孩子，
因为我可能不像他把握的那么好，像每个安排啊都是怎么样，就是对我可能就是说教他们那样跳简单的版本还是很在行的。唉，对，适合教零基础的，就是嗯，可能有不同的，他比较就像我的同学，他比较是那种就是那种嗯，适合教一些有基础的人的，然后我是比较适合教零基础入门课，嗯。那你们先按着那个视频扒下来，嗯，把那个视频先扒下来，然后到时候跳给我看，我说会。不错不错。不是呀，因为我这个视频就是算零基础的，嗯。大家加油，就是我们这个舞蹈都是老师给定好的，没有啦，我把它专门打了个马赛克，对，零基础爵士。就是阿姨们问说你们今天教的这个是什么呀，我们就说嗯，教的是街舞，然后就是那个阿姨们就说啊，我们老年人也跳街舞，感觉很，就是一下跟上了时尚潮流。对的，就跟他们的广场舞的小伙伴说我们学街舞。是的，门口要派一个就是小老师要检查。都会跳了才可以进来。阿姨们还说他们是周一学拉丁舞，然后周二周三跟我们一起跳街舞。哎呦，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呢，我以前都真的就是基本没有做过这种志愿者的活动，嗯，就感觉很快乐。而且其实对对，他们很配合。是的，我感觉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活动。然后我前段时间看到有同学去教小朋友，我真的太羡慕了，就是他发那个朋友圈，就是那些小他跟小孩子们一起玩，然后小孩子还跑过来给他捏腿，嗯，太可爱了，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孩，对，真的就很治愈，我也想去了。对啊，其实因为我最开始在想教小孩子跳舞肯定是那种咋咋呼呼然后闹哄哄一群小孩然后跑来跑去就是不听你讲话，就是你不管怎么教他们都不听，他们就是不专心，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就恶霸了，没有，我可都是很关心疼爱小孩的。真的吗？反正在我想象中小孩子就是这样，跳舞的时候永远都是不会很专心，然后再跑来跑去那样玩，是吗？那到时候应该是反过来，我给他们捏腿。就好可爱，好羡慕，我当时看完他那个朋友圈，我就真的想马上去教小孩子。确实，你要给他们准备小红花或者准备糖果之类的，不过我还不知道去教小孩的话大概是多大的小孩。
确实，我感觉像五六年级的就已经是，就是说小大人了，嗯，然后一二年级又是特别淘气，特别小。没有感冒，没有感冒。我今天哎疲惫，我虽然说今天睡得蛮久的，因为没有课嘛，但就是不行，完全不行。对，就是熊孩子的几率还是蛮高的。你看，就像比如说去电影院，我也是碰到熊孩子的几率很高。明天应该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呢，我可以稍微的，而且我有一件非常头痛的事，就是我们的课换时间了，我们周五的那节课，老师突然发消息说要换到明天晚上，看来我只能让同学们，就是找同学之后给我教一教。那也没办法，因为老师也是突然通知，突然换课，临时一次。嗯，他要是提前定好的话，那我就不去公园了。但是他是突然嘛，嗯，对，就是这一周，下周就还是回到正常时间了。而且明天我疯了，明天又是就是打完铁之后，哎，不过明天应该不是特别的打铁，然后去之后第二节课是那个啥叫啥来着，那个 breaking， 上周，对，我今天就是正常下课时间走了。我上一周因为不是我换了个 unit 嘛，而且还没有排练，就是我临危受命要多上一首歌，然后还有一首新学的 unit 还没有练得特别熟，所以我就跟老师说我想提前走，就是要去剧场再排练一下什么的。但是这一周的话没有新的歌曲，我就不提前走了，我就等下课之后再走。对的，明天就得坐地铁了，不然的话4:30那个时候肯定会堵，因为我上一周稍微早了一点的话就没有堵车。是的，对的，他这周还是帮我们代课，但是下周应该就不是他了，应该，我觉得那个点应该是有的吧，如果我早一点去坐地铁。明天正高强度，明天还要早起，痛苦万分。我也希望可以有座位，还希望是有那种，就是那种边边的那种座位，我就可以靠到那个板板上。明天回的，因为周五还要上课呢，所以我明天还是得就是提早走。哎，痛苦。是的，我也就是，但是它有好多那个座位站边边的那个都是那个爱心座位。真的吗？我怎么觉得4号线也算是一个挺挤的一条线？因为4号线它刚好是在比较繁华的地方绕圈圈，如果是高峰期的话，人还是蛮多的。我其实很少在4号线有座位坐，但是我总觉得我虽然身体不适，但也没有不适到那种地步，我还是可以站得住的。对，明天还得横跳回来。
哦，确实四号线换成了很多，对，大家上下都挺快的那种。对啊，后天还有，而且我们后天就要开始排练了，我们就是那种分组的小组合排练，我还得编舞，还好有一点储备，我得等会儿再躺在床上，我得先编一编。看到我的视频了，真的假的？我们的公众号吗？你们又要领略到我的同学们的厉害了。确实他延迟了两周，真的很慢。嗯，就是说先构思一下，比如说队形之类的东西，真的好绿，真的好绿，而且我觉得那种绿显得气色不是很好，真的。哪怕我那天化了妆已经挺浓的了，感觉气色还不是很好。就是每到这种环节，你就能感受到你身边的人有多么的厉害，一届更比一届强，你知道吗？因为不是现在还来了新一届，哎，厉害了，厉害死了。什么帽子？咱也没戴帽子呀，看错人了吧？是的，就是有提升就好。不是啊，咱就是我的那个衣服也是深绿色，虽然说那个已经绿的发黑了。嗯，咋上衣就是咱上衣是深绿的外套好吗？我要闷死了，在我的，对，其实当时就是因为他说要绿色，所以我就没有染头。什么喜帖 ？No， 没过。差不多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分组的表演吧。不过下周就没有安排我了，因为就是志愿者还是蛮多的。我感觉我下次轮到这个活动也得好久好久好久。太闷了。但其实因为有好多不是再大一个年级的，他们需要学分什么的，应该会多拍拍他们。我也不知道哎。下次再通知。我还差的多得很，多得很，就是多到那种都怀疑自己能不能毕业的感觉。我也不清楚，别问了，咱也真的不清楚。
刚好那种课外活动。几点了？那差不多了，咱今天早点休息，今天真的不太舒服。那我就跟你们说再见，拜拜。